너무너무 멋져 눈에 눈이 부셔 숨을 못 쉬겠다 떨리는 걸. 잠 좋아 잠 좋아.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正题。 林哥你今年多大？ 85年。 Even in the cannon's mouth。 我们把丁姐所有需求抄写下来。土著北京人，85年到80年，房子60平米以上就可以，1米78左右，别太胖了。收入万元以上吧。Those and modern instances and so. 上一斤我们找一个1米68的，但他一个月收入2000万人民币，那我也嫁了。那不行。Seen the war？ 176是底线，真的是底线。刚已经说过了，176是底线。我懂。好。好。Leopard pantaloon。姐，您刚刚说希望这个人是北京人。哎，对，为什么啊？其实咱们不存在歧视这个外省啊，外国人哈。